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奈奈子，今天我们来参观这个房子。先去看看房子的四周，这几棵树跟几块石头而已。好了，现在我们进屋看看。这里有一棵植物椰，那边有两棵。现在进去看看，这里是鞋柜吗？这里是一个看电视的地方，客厅。这有一个豪华的钢琴，这是一个小阳台，看海风景很好的，如果是晚上看的话会很漂亮的。这里有一个小房间，采光不错，可以给保姆住。这里是一个看书的地方，里面有书架还有桌椅。现在我们去二楼看看，这里是一个厨房，洗东西的地方。这里有个小冰箱，里面什么都没有。这里是洗凉房，这有一个浴缸，这是刷牙洗脸的地方，臭美一下嘿嘿。这里有一个洗衣机，全自动的，这是马桶。这边还有一个大阳台，总裁就站在这里看海。不错不错，比如我是总裁吧。这是吃饭的地方，现在我们去三楼看一看。这是一个给儿童学习的书桌，有很多书。这是一个小房间，风景很好，窗也不错。这里还有一个卧室，比之前的那个大。这些摆放着一些植物和书。这是一个独立卫生间，浴缸也比之前的大。好了，房子总体就是这样，有三楼。记得点赞加收藏，奈奈子爱你么么哒，啦啦啦啦啦。